无名怀旧火锅店于中国新年到来之际，在圣盖博太阳城广场新张纳客，给落成的食客带来正宗四川火锅。请看报道。飞升海内外的无名怀旧火锅店最近落户圣盖博太阳城广场内，装饰一新的餐厅和包房古色古香，洋溢着浓郁的中华文化的气息。无名怀旧火锅与其他火锅相比较，最大的不同是火锅用纯牛油手工加工，可谓是最大程度的保留原始牛油的醇香，通过提炼及各种香料的配置，达到了麻辣香鲜的境界。无名怀旧火锅在食材的选用上也十分讲究，最具特点的是手撕毛肚，在品尝时保持 Q 弹的口感，也不失食材的本味。感受火锅的同时的话，我们也选用了很多地道的一些食材，包括我们的手撕毛肚，在吃的同时的话，可以保持它一个很 Q 弹的感觉，而且的话不会丧失它原有的一些食材的一些本味。无名怀旧火锅的调料也很讲究，它是以无名调和油作为小料，再加上蒜泥、青葱和香菜，既去除油腻，也能提香，可以保证火锅的麻辣味。现在的话，在全国各地的话有500多家分店，而我们的无名怀旧火锅的话，就是我们集团公司的最大的一个火锅品牌，它的话代表的是一个正宗的一个四川火锅。在中国被评为最受欢迎的火锅名店，十大最具人气火锅的美誉。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